那我就送您到这儿。好的，尹总。再见。这么巧啊，在这里都能遇见。西西没有一起来吗？那你替我转告他，明天晚上我请他吃饭。莫子欣，顾西西是我太太，我希望你能尊重一下她的已婚身份好吗？难道你们的合约里还有不允许跟别人吃饭这一条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放心，我没有拿这件事情过问过西西，我也没有打算要泄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想追究你这么做的目的，可我只想告诉你，既然是契约婚姻，那么就会有结束的那一天，而我会等到那一天的。就这个堵车情况，说不准，可能几分钟，也可能半个小时吧。要不您直接结束订单吧，我现在就下去。就这儿下？哦，没事。慢点啊，姑娘。嗯。尹先生，我们要打烊了，您看。再等等。我们可以等到十点。如果您要等的人还没来，那我们也没办法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学长，